请问你有纸吗？写过也行，用过也行，书本也行。拿去。老板，请问你还有纸吗？够不够？够了，谢谢。老板，请问您还有纸吗？写过的也行，用过的也行，卷纸、卫生纸、书本纸也行。有完没完？拿走。哦，太感谢了。老板，请问您能把这桌子也给我吗？我靠，拿那么多纸干嘛？还要拿我桌子？你想去造纸啊？不是的，老大，隔壁做饭没火了。